对。5月8号，星期五的做抽抽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革命之声53，哈，大家好，我是香奈。他声音大死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做抽抽了，先把最后一个都掉。这是谁的嘞？哦，这么好的礼物啊！你们自己没抽到的，那我先贴纸，那我先收走了。啊，我要等下次再给你们吧。那是我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，好不好？这是这一代的。对啊，那等一下，那不然今天抽到就在就是这个，不要动那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刮画有八张，沙画也有八张，只有铅笔有四支。四支。然后呢，橡皮擦2个，冰箱磁贴5个，然后呢，纸胶带2个，便利贴带1个。小沙画有6个，沙画有8个，然后弹珠有6袋，对，弹珠会配合这个。小沙画有6个，小沙画是8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吧，不。先把那个清干净吧。放奖品，它是放那，一是放这，一个是放这里，都放角落，都放角落。好，我们下面的纸片都想放角落。咦，下面，这，然后还有沙画，我要负责刮画，我最爱刮画。然后要你沙画给我，要你沙画我就帮你拿。哎，这个放没有，这个没有吗？没有。沙画丢着，最角落站个美人圈。我的猫咪橡皮擦在这里。好，放刮画，我最爱的刮画。刮画我最爱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都在一起好吗？怎么都是在？哎，是。干嘛？好了。你做啊。一些便利贴。奖品要平均一点哦。来，我都放这哦。这样弄得平均一点。哦，我的是这个。你们自己粘自己画，还是需要爸爸的时候再叫爸爸帮忙？自己在抽抽乐自己做啊。等一下，这是你们的 style 啊！来，快偏太旁边了啦，小虎，坐进来，这边爸爸来做好不好？嗯，要翻过来，对。妈妈，我帮你涂胶水。好。胶水涂这一条。好，画格子吧。
妹妹你的纸。我要努力学习长大。你喜欢养竹子吗？哎，我忘记带铅笔去学校了。然后，谢谢你，欢迎你。做完了呀？我好困。做完了，开开奶奶，开开心心，胜利。做完了，吵吵乐乐乐乐。手里紧紧抱着角落生物的快乐，世界真好。喵喵喵喵，角落生物。喵喵喵喵，角落猫咪。熊熊熊熊熊，白熊白熊白熊，白熊白熊白熊，企鹅站住拍蜥蜴。白熊白熊猫咪。白熊白熊猫咪，白白白，哎，白白白白白熊猫咪，白白白熊猫咪，白白白白。哎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不对，白白白白白白熊猫咪，白白白熊猫咪，七，哎，七一七二张，猪排，七七一。下面接着让我看我上面研究一只小鸟啥时间。就这样了。